笑一下，笑一下吧，很紧张啊。接着我们唱一首阿奈的歌曲。阿奈是一位让我很敬佩的一位音乐人，在很多的原住民运动里面，他都会为我们原住民发声，为我们原住民出一份力。当然他的歌呢也是对我的感觉是非常深厚的，因为这首歌让我觉得我的遭遇好像跟他一样，在以前的时候，因为自己那时候国中毕业之后就到北部念书，也是同样的这样子，因为他的关系听他的歌，然后所以就会感触非常的深，带这首《巴内流浪记》。Hi.
班奈流浪记。